不畏风雪严寒，百花争相开放。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高举三面红旗，战胜了连续三年严重自然灾害，国民经济开始全面好转，正是新年来临，一片大好形势。我国工业生产蒸蒸日上，工业规模和生产数量有了满意的增长，特别是产品的品种和质量方面有了跃进的发展。兰州炼油厂提前一个多月全面完成1963年国家计划，这个厂的产品品种比设计指标增加了4倍多，产品合格率达到100%。上海已经成为我国成套制造大型氮肥设备的重要基地之一，上海大龙机器厂和上海精液机器厂正在生产年产25000吨合成氨的化肥设备。上海100多家工厂分工协作，克服了重重困难，终于制造成功大型化肥设备，并且迅速扩大生产，这标志着上海机械工业技术水平的进一步提高，这是我国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方针的伟大胜利。北京已经建成比较完整的纺织工业体系，成为一个包括棉、毛、丝、麻、针织、复制、印染和化学纤维纺织等比较齐全的工业部门。北京已经有4个毛纺织厂，毛纺织品的产量比1957年增加了1倍多。针织业有了新的发展，目前能生产多种高档针织品。有了现代化的印染设备，解放初期北京只能生产几十种产品，现在能生产1000多种产品，棉毛纺织生产都达到了国内比较先进的水平。云南弥勒彝族自治县蚂蚁公社阿西族的社员们获得了丰收，比1962年增产3成左右。阿西族社员欢庆丰收年，欢庆公社化带来的幸福生活。
金水电站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县玉江上，是我国目前第一座河床式低水头发电站。水电站的建设主要是依靠我国自己的技术力量进行的。西金水电站建成以后，可综合利用电力、航运、灌溉、渔业等，供给南宁等地区的工业用电及广大农村灌溉电力。安徽潮县雅富公社疏桥大队在国家的帮助和支持下，集体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，建立了一个变电所，修建起了电力排灌站。全大队2000多亩土地全部可以得到排灌，不再受旱涝的影响。大队还添置了10台电犁，全部开垦了过去荒废的土地，解决了沤田的耕作问题，提高了耕作质量和工作效率。大队又安装了电力脱粒机收打晚稻，随着电气化的到来，这个大队早中晚稻都获得了丰收，比1962年增产4成多。黄山以它神奇绝美的景色吸引着游人，黄山还盛产名贵的药材。安徽歙县黄山公社的药农们在农闲时节到这里采药。药农们在深山绝壁中寻找药材，这种生长在悬崖峭壁上的石耳是一种滋补药材。紧张惊险的劳动之后，药农们得到了满意的收获。